这是我们历时两个月设计制作的一艘空天母舰，没有错，它是可以飞的。飞行坦克的时候我就说过，只要动力足，航母都可以上天，我没有吹牛吧。飞行航母原理还真就不难，就是在航母的外形结构上加四套升力风扇，力大飞专的完美案例。核心就是这四套升力系统，单个推力 2.5 公斤的穿越机动力，四个推力总和有10公斤，非常的暴躁。还有两个64毫米航道作为前进动力。航母肯定不能和无人机一样倾斜飞行，非常的不优雅。既然是航母，尺寸也肯定要大，设计舰长达到了 1.8 米，比我人都更高。双层飞行甲板1:1还原，底部船体做全密封，下水的基础功能肯定不能缺失，再加一个舰岛旋转的雷达天线，实在是太帅了。然后 CED 排版激光切割，这次的图纸我继续分享给你们，老样子，你们投两个币来交换图纸，这不过分吧。图纸我分享在简介和评论区了。这一次制作材料就更加丰富了，飞行甲板依旧是来自德物的快递纸箱，吃水线以下还是 KT 板，纸板不能泡水，不然就成潜艇了。这个7毫米厚的碳纤维杆是固定升力风扇的，中心部位航空层板额外加强 3D 打印喷口。接下来就开始组装制作。你就是这个，就这样就可以。是不是有点感觉了？甲板在上个色。放几架胜利飞燕当舰载机非常的合理，这样就有感觉了。空天航母第一次测试，先试一下那个胜利风扇自稳解锁，工作正常，试一下，结果就出现了大问题，还没起飞电路突然就烧了。后面检查发现中间的飞控组件全部都凉了，我满头的问号，直接损失400块，回工作室维修改良，更换设备，继续试飞。发现问题还不止这么简单，这套系统原本是给小穿越机用的，飞行参数完全无法匹配我这个巨型空天母舰。一次掉落，两次掉落，三次掉落，只要起飞脱离地面效应区域，就完全无法控制。晚上看了一遍 PID 教程，再继续调试。现在是第七次测试，解锁。
起飞无法控制，直接上天花板，掉落爆头，舰首严重受损，舰导天线也断了，我都几乎举人忘了。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升力风扇主体没有损伤，继续修改参数试飞。在后面一次次摔机调整，摔机调整，我还是找到了规律，在第九次测试终于稳定了下来。第九次测试自我解锁。以现在的状态，水上飞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可以，有效果，现在越来越平稳了，不会这样晃了。这个空天母舰控制还是有点特殊的，需要双人配合，前进推进器、水上航行是一个人控制，升力风扇需要另外一个人控制，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？这个飞行效果值不值得点个赞？又爽，就是这样，有感觉。好，油门降低。喂、突然没电了，刚刚我这里突然断电了，但是他那边还有动力，快点开回来，开回来。这个空天母舰飞行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就是整体偏重，导致飞行时间特别短，一块电池就一分多钟。还有就是设计没有考虑到散热，飞行会高温过载，后面空中突然断电，大概率就是高温导致的。我顺便再挖一个坑，把尺寸继续放大，能载人的空天母舰你们感兴趣吗？点赞过10万我就给你们安排一个，就是成本会有一点高，是能载人在水上行驶，不是载人起飞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次飞行航母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点赞关注支持，你的支持就有更巨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